大小姐，我们这个月又得省着点花了。我还要怎么省啊？我就差喝西北风了。不就是赚钱吗？本小姐天资聪颖，还怕赚不到钱？你要干什么？等着吧，我今天就能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。起来。赚钱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干嘛呢？打扫卫生啊。你是来给我打工的，还是添乱的？我觉得这样更干净嘛。算我求你了，到外面发传单吧。我想这应该不用脑子吧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迅速立刻马上从我面前消失。Yes, sir。美女，这传单我包了，加个微信如何？怎么样啊，美女？不要害羞嘛，交个朋友吧，好不好？周兄，赚钱怎么这么难啊？大小姐，赚钱的事你就交给我吧，晚上我又找了份兼职，不会让你饿着。你好，了解一下。你好，你买了咖啡，辛苦了。大小姐，一个小时才挣十几块钱，这一杯咖啡赶上您一天的工资了。我是看你辛苦，犒劳你的，干嘛生气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有些没有必要的花费就不用浪费钱。来做我的秘书吧，让我们一起上演巴西总裁与傲娇秘书不得不说的二三事。月薪10万，豪车接送，每个月呢最新款包。你说你迟到了多久？整整10分钟，工资你还想不想要了？实在对不起老板，我多工作一个小时。给我个机会，卡我就先收着了。以后有钱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只要嫁给我，以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板。就这一次啊！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可真像条丧家犬啊！你跟他在一起，不嫌丢脸吗？
的卡。哎，兰兰。三明治还是牛奶？大小姐，你有事骂我就行，你别这样吓唬我。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今天白管家竭诚为您服务，拒绝无效。少爷，快起床了，今天我陪你去上班哦。挺帅的，你去啊。小哥哥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小羞羞，你什么时候陪人家去逛街街啊？人家好无聊聊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女朋友挺严的。笑什么笑？本小姐宣布，今天的身份互换结束，你好好上你的班，我走了。周先生，好久不见啊！哼，怎么不请我坐下来喝杯东西啊？坐吧。双硕士学历，全市十大杰出青年。周先生，以你的履历，人生应该有很多选择，但现在却因为父亲的原因不得不绑定在白小姐身边，实在令人惋惜啊。我现在有机会能让你重获自由，只要你肯合作。王律师，我跟大小姐是不会放弃结婚基金的。难道你父亲的事情不比结婚基金更重要吗？看样子我们家的咖啡不合您的胃口，失陪了。管家，本小姐过生日找不到人影，我今天倒要看看在搞什么飞机。琪琪，我想提前预支下工资，之后的工作我会加倍努力的。看在你这么帅的份上，好吧。谢谢琪姐，谢谢琪姐。哦，对了，我之后还有一份工作，我先走了。去吧，去吧。死周秀，臭周秀，花蝴蝶。行了，你别生气了，什么事儿至于生这么大气？别忘，跟你没关系。兰兰，之前因为我的不珍惜失去了你，
现在能不能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林朗，你真的是一个好人，但是……好了，别说了。向来都是本少爷给别人发好人卡的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。兄弟，我女神今天过生日，你帮我个忙。一会儿我给你信号，你帮我把这个送给她，好吧？来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啊。哥，你这刷了你爸多少卡？白兰，这才是你该有的生活。只要你喜欢，以后每一颗都比这个大。来，我给你戴上。戒指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不会对你那个管家动感情了吧？跟他没关系。你跟他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林朗，谢谢你陪我过生日。生日快乐，大小姐。希望大小姐的愿望全部能够实现。算你够意思，谢谢。干嘛？买了还不好意思送啊？快帮我戴上。好，这条项链配不上大小姐你。周秀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好的，这就去办。
娇羞，不知道这番见面你会不会喜欢。大小姐，吃饭了。哲兄，快来看看。好看吗？大小姐，您这是？我呢，已经找到工作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也会好好努力上班的。大小姐，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移，您可不能误入歧途啊！说什么呢？我是去做平面模特的，这是我们老板让我穿的。但是，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谁还能欺负本小姐？你呢，就好好工作，我很快就能赚到钱，重回人生巅峰。师傅，去星辰大厦。哎，放开点，放开点。哎，好，哎，来，来，来，放松，放松。来，对对对，多给我点，来来来。哎，放松，来来来来，把那个屁股翘起来点。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来来来，释放你的性感。来，我们继续换个角度。对，把裙子牵起来。对对对，手拿开，手拿开。哎，好。老师，差不多了吧？换上这件。这件更性感，效果更好。新华大道23号，救我！啊！你个流氓！哎呀妈，小刘！走开，你个变态！救命啊！哎，快！小姐，卡包是你的吧？落我车上了。师傅，刚才谢谢你啊。吓坏了吧？喝口水。谢谢。刚才幸好你及时赶到，看来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，要不然的话。你烦，能不能？